只可能是卢仙小炮中单，盖伦大爷寂寞上单。你怎么的呀？我拍地板，平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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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地板，个老积木，欺负我石头人儿。谢谢皮卡丘雷丘。感谢进夫。抠你一下，一闪套点盐，平 A 吃药，换掉。这波啊，这波血赚呢。咱先来个黑暗封印啊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对面八个兵，我们家六个兵，兵线往我这边推，血赚。我还能吃到炮车，他能知道吗？他吃不着。我抠你一下，我再抠你一下。其实我跟你们说，刚才吧，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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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才我本来想说，我现在先买戒指，然后他再死，不行，那样钱不够。大意了啊，大意了，大意了。老积木，现在你有多么的狂妄，一会儿你就有多么的绝望。我告诉你啊，老积木，我不让你一直点我，我抠你一下。哎，我不用你一直点我，咱先升个四级啊！来，我让你见不露手的，来抠你一下。再抠你一下，哎呦我操你哥了，这给我点的，你别让我升级啊，我告诉你，回家了，我不回家，我抠你一下。哎，要打砸，我再跟他换一波吧，等个包皮。咱俩再换一波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跟他换。我们跟他换，我们法强上去，啊，法强上去就能秒他，但是他法强上去，他只能等死，明白吧？跟他换一波，没关系。又来一波一换一，可以接受。完了，完了，出错装备了，坏了，没出暗夜收割者，
不管拍地板打把那种平 A 平 A 平 A 大抠死抠你一下干嘛呀这给轮再抠一下好了，你咋的呀？我坑你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给我下当了。既然我们出错了，那我们出啥呢？哎呀，不行啊，还是得这暗夜收割者。我再出一个。我这小叔出啥呢？卖了能行吗？那不精神病吗？七分钟卖装备，兄弟，钱多呀。还有让我卖了的，确实是有点厉害，兄弟，这我没想到啊。你让我七分钟就卖装备，我是真是没想到。刚才那闪现交的不错啊，抽一下，拍地板。哎，没拍着兄弟，哎，难受，人头没拿着，他妈后边还给我整个雷，烦死了。星界驱驰吧，对，把它换成星界驱驰，来吃个馅儿。哇，好肉的积木，真肉啊！这积木，你要准备出啥呀？你要准备出冰杖啊？坏了，又跟我换了。你就一直值钱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就一直这样值钱，你等你把我养起来的小伙子。亏呀，我头一回听说跟积木换人头，还跟我在这说亏的。哎呀，其实吧，我就跟谁换人头，我就死了，那就是亏，我都知道。只要我们一死，那肯定就是亏。哇，这狼人这不双杀了吗？哎呀，我狼人。别急呀，着什么急呢？我帮你推过去。看不懂兵线吗？你这兵线你又吃不着，我帮你推过去，一会儿往回推不一样的吗？这有什么？这有什么什么问题吗？我给你个嘴巴子！1300，差点钱。
坑你一下。再坑你一下，拍地板打板的哟。这波不跟他换了。下波杀他，不跟他换了。我们星界驱驰了，不是什么驱驰，我们暗夜收割者了。把暗夜收割者出完，出个星界驱驰吧。这玩意儿加30技能极速呢，这积木咱不随便砸。斯瓦塔皮积木，老积木。吃的挺香啊，我们应该能拆两层差不多。哎，这石头人拆塔皮真比以前拆的快了。我吃这塔皮吃好快啊，我 A 一下居然能 A76 点血。盖伦来了，抠你一下，拍地板。抠你一下。谁来了？随便来。再抠你一下。再抠你一下。等五秒钟，四秒钟，三秒钟，两秒钟，一秒钟，哇，抠你一下。谁一直在那刷星界驱驰啊？谁呀？啊？谁呀？疯了行不行啊？为什么一直在刷呀？好烦啊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抠一下。哎，小炮，哇，抠你一下，行嘞，打爆了一，抠你一下，进夫来了，哎呀，进夫把人头抢了，你这辅助进夫就别抢人头了，是不是？抠你一下，我们拍卢仙啊，让他 A 不出来，打卢仙。拍地板平 A 平 A Q 一下 AW 溜拍地板接平 A 接闪现啊！这防御塔这么猛，不是防御塔呀，小兵，这小兵这么猛，我要躲小兵平 A 没躲掉，有两个小兵 A 到我了。忘记电了。
这也行，这也能挠着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咱先来个皮海，这把我觉得吧，咱就别法穿海了，咱来个水银海。漂亮，完了，盖伦感觉要起飞了。积木呢？他们家积木咋没了呢？那红 buff 我要了。我的红 buff， 抠你一下接走位，拆地板，再抠你一下，不拆了，都拆不动了啊！积木挂机了，积木。抠你一下，抠你一下，狼人来了，拍地板，漂亮狼人点烟，抠你一下，拍地板，我们十八层美甲窃魂卷啊，六秒钟有到。抠你一下，假装杀盖伦，其实我们杀小豹。抠你一下，你上去吧你，打个男 buff。可恶的维克托，不过俺们各凭本事好吧。可恶的电焊工，回家抠你一下，他不敢上，没事，我们回家。别人是中单，中单哪的了？中单哪的了？中单比上单多啥呀？中单，中单哪的了？他怎么他中单就比我高我一等啊？我这听着话我就气儿我就不打一出来，中单多个屁呀，中单。抠你一下，你选到哪个地方那是你运气问题，你不能说你选了这个地方我怎么